首先为您介绍我们今天晚上立式舞台制作第一位出场艺人小樱花陈小欣小姐，为您带来第一首歌曲《人生好乐寿》，欢迎陈小欣的演唱。好，谢谢。那么今天非常荣幸，非常开心，这个来到我们这个立式舞台秀，来到这里，心不带劲。哎，我点不习惯的，因为通常都是坐前面的。不用紧的，前面好看哦，旁边也是好看，看我一半就好了。好，那么在此呢，也要祝福所有看歌台的大哥大姐们呢，大家都能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心想什么都能得什么，大家都能顺顺利利哈。你们今天没有留位置给阿伯哈。他躲在那边很可怜了。好，来，那么继续呢，第二首歌曲呢，想送给大家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哈，一首这个翁立友的一首《乱乱杀毒》，转来献给大家。他可怜呆。Thank you.
暖洒的掌声，谢谢大家。那么也希望呢，今天一连串安排的歌曲呢，大家都会喜欢，因为今天都是一连串的这个欢迎光福建歌曲。来，那么继续呢，还是献给大家一首比较早期的一首歌，一首应该是蛮久的一首福建歌曲，来献给大家这首《凶心红》。用心的吧。